吴磊、张子枫台下有说有笑。张子枫上台时，吴磊的绅士手太矮，说到最近比较受期待的新剧，相信友好很多的小伙伴们都会想到张子枫和吴磊合作出演的新剧《宠爱》。在剧中，吴磊和张子枫的友情让很多的小伙伴们都很羡慕，而在私下两人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。在最近，两人也是同框出席新剧发布会，看到在嘉宾席中的两人有说有笑，两人也会因为一些话语相视一笑。而看到照片中的吴磊给张子枫讲了一句话，张子枫马上低头浅笑，而吴磊也露出了非常甜的笑容。不得不说，两人这样的感觉就像是刚谈恋爱时的感觉。当主持人让嘉宾们上台的时候，吴磊也是赶紧上台，之后就想要扶张子枫上台，但是张子枫已经被助理扶上台阶，这让吴磊已经伸出的绅士手有些卡。虽然说吴磊并没有帮助张子枫上台，但是看到这一幕后，也是有不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太有爱了。